捷运警察整队进入闸门巡视站内有无异状，接着进入车厢，左看右看，随时保持警戒。每位员警身上都会配有电击枪以及辣椒水。终结发生随机砍人事件，隔一天戒备升级。即日起，我们捷运警察队将以班班列车由警察的勤务方式，协同捷运公司保全人员交叉巡逻，整合发挥最大见警率，消除捷运站停及列车安全防护的空隙。从增加见警率着手，也因为中市府遭外界质疑，事发当下该站不见警察，负责捷运安全的捷运警察队竟然是跑到路上拦计程车，赶到市府站抓人，比辖区警方还晚抵达，甚至有乘客见状按压紧急按钮，疑似无人回应。怎么会就是说都没有人去马上反应？这点我有点不太同意看法哈，我是个敢讲话的市长。当初他说要按个几秒才会发生作用，是怕误触，因为中捷每天经过的人非常多啊，免得啊一天到晚狼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哈，紧急通报按钮有没有起作用？市长卢秀燕澄清，也提出改善方式。所以我倒建议中捷回去去研究一下，是不是要缩短这个秒数，即使误触也没有关系，达到让行控中心更加随时注意啊各种状况。那昨天是有发生作用。因为昨天虽然他没有达到通话的目的，在行控中心已经看到那个车厢里面的状况。台中市议会聚焦检讨捷运伤人事件，首要目标提高应对效率。东森新闻台中报道。